san siddhi hom om guru r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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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n siddhi hom。我们今天讲这个莲花生大士的这个话。莲花生大士在西藏密教里面，他本身就是一位西藏密教的开创者，在西藏的地方啊，第一座的这个藏庙就是双雅寺，也就是这个莲师本身呢去建立起来的。那么入西藏弘扬啊密教的也是莲花生大士。那莲花生大士本身的这个来历啊非常的不平凡，他出生啊是在莲花化生，所以才叫做莲花生。他是在一个地方啊，叫做那个乌金的一个国度里面，叫做在达拉哥肖海啊，一个海啊，等于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莲花池里面啊，这个出生在莲花里面发生的。一个 baby 在莲花里面。那么这个乌金这个地方啊，按照密系里面所记载的，释迦牟尼佛曾经到了乌金的地方去弘法，这个在一般的显教经典里面没有，但在密教里面的密系里面是有记载。同时啊，乌金国的国王因陀罗他本身啊还是释迦祖的后代，所以有这种亲缘啊，释迦祖，因为佛陀本身也是释迦祖。那么在那里啊，按照释迦牟尼佛所讲的，所有的空行护法都曾经加持那个地方，所以那个地方在外向来讲是一个国一片土地，在内向里面讲起来是释迦牟尼佛本身啊加持过的，有一个净土在那里，那个净土就叫做乌金净土，莲花生大士就是从那里出生的。但因为他出生啊，他没有父亲母亲，那么就有人问他谁是你的父母，所以莲花生大师有回答了这一句话。他这句话也就是今天来讲起来，这句话就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，他是以智慧为父亲，以智慧为父亲，以慈悲为母亲，以不生不灭为地，以内外光明为心，以不执着为实，以降伏为法座。这就是他讲的一句话。这一句话也不得了，因为莲花生大士啊，他的来历我们晓得了，他是这个阿弥陀佛的身。你看他的那个咒语啊，欧玛吽贝扎咕噜贝玛西蒂吽舍，欧玛吽贝扎咕噜贝玛西蒂吽舍，欧玛吽贝扎咕噜贝玛西蒂吽舍。他的咒语啊，他
它的种子日就是阿弥陀佛的种子日。啊，它这个你看它的种子日，它的根源在哪里？它是阿弥陀佛本身那里来的，阿弥陀佛那里来，所以它有身口意化身啊，啊，有的讲啊，它是观音啊，啊，观音的慈悲啊，观音的慈悲啊，所以它这第一句话讲，以智慧为父亲。这个智慧两个字啊，不得了的。智慧两个字，一开始他就讲智慧。智慧就是波叶，释迦牟尼佛一辈子弘法，就是波叶两个字，就是波叶两个字。智慧为父，我们中国成语里面有讲到一句话，叫井底之蛙，台湾话高井水鸡，井底之蛙，他看天，哇，天是圆的，天是圆的，而且天那么小啊，天就是这样子而已。这个是就是表示着井底之蛙就是没有智慧，他跳到外面来看啊，他可以看到，哇，原来天是很大的，因为他愚直，所以啊，就是他本身愚直嘛，他不知道天地有那么大，所以他看到的天只是很小。这是井底之蛙，我们有时候笑人家也是这样说，目光如豆，目光像豆一样啊，目光像一个豆一样这么小，这也是笑他是井底之蛙，没有智慧。众生啊，没有智慧的很多，所以你今天学佛，智慧就是你的根源，智慧就是你的根源。佛陀有没有智慧？释迦牟尼佛是无上正等正觉，你看了那么多的佛典，还有看去参考别教的经典，圣经啊，啊，可兰经啊，甚至玫瑰经啊，你看，讲三千大千世界的，只有释迦牟尼佛。三千大千世界是多大？大到不可计数，只有释迦牟尼佛，他眼光是三千大千世界。今天的科学天文啊，天文学才证明了，确实是三千大千世界。圣经里面呢、啊，只是在一个地球、一个太阳、一个月亮。可兰经里面也是一个地球、一个太阳、一个月亮，只有释迦牟尼佛看出三千大千世界。佛典里面还有九叶经啊，九叶经就是九大行星的经典。奇怪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那时候还讲这个九叶经，这个就是智慧无上。他的眼光啊，很深很远，甚至于无尽。智慧也是这个样子哦。说智慧为父，今天我们的学习呢，就是要学习这个智慧啊，学这个无上的如来的智慧。你有这种智慧的话，你就是很超然的，很超然，懂得宇宙的真理，清楚明白，不会被蒙蔽。没有智慧都是在蒙蔽之中，不只是被心灵蒙蔽啊，被外相也蒙蔽啊，外面的这些形象也蒙蔽你啊，一样的。所以今天你学习智慧，就是要明白真理。 Om Mani Padme Hum。